好看，你干嘛不看我？ 你过来，离我近点儿。这不合适吧？我一直想见你，日思夜想，就等着这一天呢。嗯，你过来。 闹着玩呢。哎呀，九月，干嘛？不合适吧？这为什么？别人是夫妻，你算什么呀？对呀，我，他们俩不是现在还不是夫妻呢吗？再说了，你没听见呀？啊？ 公主说了，说别摸我。跟，哎，人呢？听见没有啊？听见没有说，你们世子殿下摸我们家公主，非礼啊！这是在非礼啊！夫妻俩初次见面，可以理解，迟早的事儿。来，来啊，过来，来，萌萌。 喜欢，喜欢。你这个人居然脱我的衣服，你滚出去！公主，是您自己在脱自己的衣服呀！那么漂亮呀！我都说了跟你闹着玩呢，你那么紧张干嘛呀？来。 你是我的额驸，你是我的相公，你们早晚就会有这么一天的嘛。那既然这样，还不如让他早一点到。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嗯？你这个人，不仅脱我的衣服，居然还脱你自己的衣服，滚开！救命！公主。 是您在拖我的衣服呀！谁都别拦着我啊！我要发声了，我要发声了！世子殿下，请你注意自己的行动，你不可以对公主无礼，听到没有？世子殿下，你快出来吧！吴影雄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呸！公主。 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太好了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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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以前听到过这种动静吗？没有。出大事儿了！冲啊！
现在受了伤，还望爵爷准我带世子回府治疗。我们王爷必感大德，世子的确有万分不适，请爵爷多多担待。担待？还望公主宽宏大量。不要！我不活了！还大量？还宽宏大量？公主得有多大的肚子，能有那么大的量啊？都已经这样了。 再者说了，让我担待，谁担待得起啊？你们担待得起吗？对吧？谁担待得起吗？好了好了，这是公主的卧房，那么多大男人在这里吵来吵去的，像什么样子？滚！我没脸活下去了，让我去死吧。 演完了，祖宗，你这到底是唱哪出啊？ 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！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？啊！人家可是一心一意为了你，为了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了？啊！这样一来，我就有理由不用嫁给他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不会让你戴绿帽做乌龟的。 你这话说的怎么就跟我有关系了？怎么又我这么乌龟又？这你给我弄得混头转向，你这突如其来的东西，我有点都不知道怎么交代了这事儿。你就是个怂包，刚才我大喊大叫，你们听见了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们都听见了。我听见你第一声喊救命的时候，我就想冲出来救你的。后来他们说人家夫妻俩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后来我一想，是你们夫妻俩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就没上来。这不就得了？你怕什么？ 就算吴三桂生气，他也知道是他儿子不对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厉害，确实厉害。建宁飞刀，讨厌，讨厌！你嘴怎么了？那吴英雄肯定来着。他敢吗？他，是我自己画的，像不像三分样？厉害吧？绝了，公主你绝了。